这个球非常扎实，中外野风向平飞落地的安打，三垒跑者回来得分。第四棒的黄志峰两出局之后打出单打，打回了打点最珍贵的喽，不愧是台湾产险的第四棒。台湾产险辅仁大学队追加这一分，5-3，两分领先呢，非常巨大的一分哦，是相当重要哦。这球就是抓到了一个直球的节奏哦，掌握得很好。这位打者很动脑筋，知道这个球的好球的